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找工作除了到就服站或者参加征才活动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方式。高雄市劳工局训就中心将行动救扶车全新改版，除了配置完整的就业服务系统之外，也有专人负责说明，宛如将救扶站的柜台搬到户外，不仅更加便民，也能够深入社区，让想要谋职的民众很快找到适合的工作。全新改版的行动救扶车除了宣传字样清楚之外，车身周边贴上卡通图案显得更加活泼。重要的是，救扶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透过完整的救扶系统及专责人员，救扶车所到之处宛如一座救扶站就在眼前。我们行动救扶车的功能其实蛮广泛的，它包括就是一个行动性的整合，几乎就是把整个救扶站台带在身边的，是一个行动的一个救扶站这样子。那它可以提供求职、求才，还有一些线上的一个职缺的搜寻等等的功能都可以。行动救扶车除了每个星期固定3到4次走进偏乡跟社区，服务打算就职或转职的民众，近来也结合专业师资，透过命理解说及易经卜卦，给予求职者心理建设，避免就业路上彷徨无措。透过这好像就是等于是给他一个强化，给他一个心理的一个建设，让他觉得说，哎，我这样做是正确的，哎，连牌还是神明都这样来肯定我了。啊，我们是希望说这样子是不是能够帮我们高雄市民，还是帮我们这边的民众，那可以比如说工作可以稳定啊，然后至少心里也比较安心，然后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机会，对啊，就是来参加一个就业的资讯参考，然后现场还有很多服务啊，或是周边的一个活动可以做参与这样。从就业服务站帮忙找工作，到前往区里办理大中小型的征才媒合，劳工局训教中心求新求变，获得民众不少好评。因为里面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什么工作，我觉得这个很好，有这个资讯让他们先一步了解，啊，大家有工作，社区就会比较好一点。咨询蛮多的，嘿啊，所以我们比较这样比较方便啊。下次如果在外头看到行动救扶车的踪影，不妨上前体验一下全新改版的就业服务模式，也许能够帮您找到更适合自己发挥的工作职场。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赞。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前镇区竹溪里社区关怀据点为长辈安排摄影课程，原来这里的老人家很希望开一场摄影作品发表会，但是苦无老师教导，经过总干事从中协调，找到了师资，也要到了资源，如今每次上课的时候，大家人手一台相机，快乐学习，期待有一天可以圆梦，开一场属于老人家的摄影作品发表会。请看今天的港都脸谱。志工才刚把相机发到长辈的手中，只见婆婆妈妈们迫不及待开始玩起自拍来。咱两个对戏，跟对戏啦，系啦，来，相。真的是太开心了。过去因为年纪大，搞不懂儿孙手上的三 C 产品，但现在有了自己的相机，再加上有专业师资教导，阿妈说终于可以记录孙子成长的过程了。那随时比如说跟孙子带他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平常的生活日记啊，都有在该记录下来，等于说做周记一样。这样就很开心。对对对，这些长辈他们跟我有一个讨论，那他们希望说，今年他们想要做一个突破，他们希望能够办他们的摄影展。那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只是办摄影展，每个人没有办法交出好作品，那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培力中心那边取得联系，那他们就建议说，哎，我们可以教长辈照相，那他们也愿意把那个莫拉克风灾他们的这个摄影课程所募集到的相机拿来借长辈使用。原来这是前镇区竹溪里社区关怀据点最新开设的课程，不仅相机是由市府培力计划免费提供的，就连请来的师资也是相当专业。至于当初为何会选择开设摄影课程，
原来只是希望能够帮助长辈们圆梦。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一个月比较密集的课程，可以让长辈啊，对于照相这件事情，可以有新的想法，而且他们可以利用照相这个去注意社区里面的景物也好，人物也好，甚至自己家里的小孩、自己家里的孩子这样子，孙子，特别为我们开了这一堂所谓的摄影的课程。因为我们年纪大人，就是说平常涉猎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少，所以现在有了这个堂课以后，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美学的东西。透过人手一机，不论是阿公或是阿嬷，对于科技产品不再那么陌生，也都乐于亲近学习。或许不久的将来，竹溪里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们就能真正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摄影作品发表会。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长辈在家为了张罗午餐，常常得费一番功夫。左营区公所计划推动长辈共餐服务，由中央厨房统一提供餐食，在各里选定的地点让长辈们一起共餐。借由美味的餐食和人际互动，长辈们可以边吃边聊，增进用餐的愉快心情，让身心健康都有帮助。关怀站里，长辈们上完一上午丰富的课程后，和大家一起享用午餐，边吃边聊，非常愉快。左营区公所也计划在明年起争取经费试办长辈共餐，希望长辈们可以不用为了张罗午餐而苦恼。我们很多长辈都一个人在家，那一个长辈要光他要吃个饭呢，他要去买菜，要去煮饭，要去洗碗，然后又一个人吃，所以他光要吃饭的时间，他可能要花个几小时，然后一个人吃，那也觉得很没有滋味了。长辈共餐的计划是以招标的方式征求有中央厨房供餐能力的厂商统一提供餐食，有意参与计划的里选定庙宇或者活动中心等定点，邀请长辈就近共餐，在充满欢乐的气氛之下促进饮食健康。这个中央厨房的概念就是把这个得标的这个厂商把所有的菜汤就是一起送到我们这个供餐的地点，然后我们请这个里内的志工出来这个服务了哈，就吃饭变成一个很愉快的事情哈。那长辈出来吃饭，大家可以这个聊天，那也可以让这个生活哈，这个过得比较不会那么无聊。区公所日前就邀集里长参加说明会，由于左营39个里的环境各有不同，有的里长认为长辈在住家附近就可以买到餐食，共餐的诱因不大；有的里长认为可以增加用餐的气氛，而统一共餐也可以避免食安问题。那个老人他会觉得他今天想吃什么，他一出门就有 seven 有面摊，有自助餐，有什么有多样性的选择，我就觉得说，他多样性的比较哈。丰富啊，它多样性的比较选择容易哦，我就觉得我的那种里的那个密集度高的里哦，就没有那么需要啊。因为中央空厨了的，应该统一主了环境，各卫生各安全。如假设咱为了送餐，那个里办公室去送餐，送餐万一这些送的人的志工发生车祸种种很多问题出来，这都是会延伸很多。国家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左营区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已经超过20000人。区长秉持三在一身，也就是在地安养、在地生活、在地照顾的服务目标，希望带给长辈享有最佳的老人福利措施。社区好新闻林佳敏、赖昌邦采访报道。您对秀珍的印象是什么呢？精巧可爱还是迷你的代名词？现在你可以透过展览来感受这个超过400年的古老艺术。秀珍艺术家黄峰然把团队20多年来将近50件的作品汇集在一起，还有3件第一次公开的作品，喜欢秀珍艺术的民众可别错过了。客厅里有摇椅、大片的落地窗，还有吊灯以及台灯，看似再平凡不过的摆设，其实是被缩小了1/12的秀珍模型。无论是厨房里的面包、机车行里面的布置，甚至是肉粽摊的摆设，都惟妙惟肖。这些秀珍作品的手工超细腻，而且又很精巧细致，让不少参观的民众都拿起手机猛拍照，还啧啧称奇。就很小、很精细啊，觉得就等于是缩小的模型版这样子，很特别，
很喜欢，就觉得蛮奇特的啦，因为之前有在那个袖珍博物馆看过，对，就觉得还蛮精致的。专心的为民众做导览，介绍作品的创作理念。他就是袖珍艺术家黄峰兰。他把团队20年来将近50件的作品汇集在一起，举办了一场袖珍模型创作个展。除了有记录各行各业店家的作品，也有像是怀旧风记录大道城往日风华的建筑物，还有将电影《料理鼠王》中的厨房原汁原味的呈现。除此之外，也把袖珍创作的秘密在展览中一次公开，也把所有这个我们创作的历程，把它更完整的去做这方面的呈现出来，还有一些我们的创作的过程，我们运用到的一些技术，运用到的一些资讯，然后什么制作的这个过程，也更具体迷你的把它呈现出来。像是这个用作者记忆中所描绘出来的杂粮行，将老式窗户上的斑驳，还有窗型冷气被锈蚀的模样，也都把它一一的刻画出来。还有这个将过年过节大伙人回家聚会，客厅上摆满家乡味菜肴的娘家回忆录，甚至是记录大甲味噌厂的历史缩影，都是第一次公开展出作品，可以做一个传承的部分，让未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所留下来的台湾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忆。像这几年很多地方政府也积极的一直在挖掘所谓的台湾历史这一块的一些回忆。我们扮演的角色跟他们其实很像，他们是在保存大的房子，那我们是保存这种小的人们的回忆的这些场景。场景的背后的这些故事，才是我们迫使我们继续往这方面的创作最主要的动力。除了记录即将消失的场景之外，也用袖珍模型的方式记录品牌价值。想要一睹超过400年历史的袖珍艺术吗？那就不妨来到展场，感受这种有趣又精巧的古老艺术。社区好新闻吴秉元、薛婉珍采访报道。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庆年港都，深耕在地，左邻右舍东来看，社区好新闻赞。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你每一天都有好的心情。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每一天大家都有好心情。庆年港都真正熟悉在地，是地方的好朋友，推出社区好新闻，欢迎大家做伙来收看。倾听在地，关怀社区，庆年港都推出社区好新闻的节目，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拥抱港都，热情加温，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哦！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你有听过国花、市花，但是你知道一个小小的里也有里花吗？古山区民族里就以九重葛作为他们的里花。里长朱春木表示，因为九重葛花色很多，盛开的时候非常壮观，枝叶还可以做造成各种形状，所以他们选用无刺的九重葛遍植里内各个角落。走进古山区民族里的巷弄里，除了墙上的彩绘很吸睛之外，就是里内四周都可以看到许多盛开的花朵，特别是九重葛的数量特别多。原来九重葛是民族里的里花，有两个用途啦，第一是美化环境嘛，第二就是不要让那个转角的地方有停车的空间啊，开启这个花的时候哈，我们整个里都可以看到这九重葛的花，所以说我们就把九重葛花哈定为我们民族里的里花。九重葛的花朵不大，但是以量取胜，花色也很多种，还可以把两种花色种在一起，让人惊喜，以为是新的品种。李明也很喜欢九重葛，跟着拈花惹草。比如说这里。
这一期的花期哈，开我们觉得它已经快凋谢的时候，就赶快把它修剪掉，刺激它，然后给它浇水施肥，这样刺激之后它生长得比较快，而且开的花非常的鲜艳亮丽，而且持久。哦，很棒的一个花种哈、哦！哎，照顾这些花也是要用心的。用心。另外，九重葛新发的枝芽又直又长，很适合缠绕成各种想要的形状。只是枝芽上的刺又尖又长，很吓人。还好里长很懂得园艺，选择无刺的九重葛，避免伤到人。就近的里面乡亲哦，他们自己认养，由他们自己来做整理啊。大部分是这样子啦。如果说有一些比较没有照顾到的话，我们的志工哈、哦、也会去来做修剪。花色多样的九重葛作为民族里的里花，带动整个里种植花草树木的风气。李明也很重视住家附近的环境整洁，让整个里看起来缤纷多彩、干净清爽，处处都有花朵盛开的小惊喜。社区好新闻，林佳明、赖昌邦采访报道。为了议员银发长辈重披婚纱的梦想，辅英科大服务学习志工队的学生精心策划一场圆梦婚礼。20岁的银发新人在众人的祝福之下，再次体验昔日婚礼的场面。其中一对老夫妇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贫穷无法穿婚纱结婚，如今终于圆梦，既开心又感动。在结婚进行曲的伴奏下，苏连琼、谢金梅这对结婚50年的银发夫妇如愿穿上婚纱礼服，踏上红毯，接受众人祝福。当年因为家境贫穷无法披婚纱穿新衣，甚至连婚纱照都没有拍摄，如今梦想实现，这一刻感动不已。没办这个婚礼，我也感觉很难过，我也很难过啊，所以以前就跟过来讲爱补偿哦，爱补补我。所以这50年后出来的婚礼感觉怎么样？很快乐，很烦恼，很幸福，很美满。哦，太幸福了，真的太高兴了。哦，真的太高兴了，谢谢啦，谢谢大家啦，谢谢，好 ，OK 吗？好，亲下，大方在众人面前献吻，老夫妇间谍情深，表露无遗。为了帮助银发长辈重温昔日结婚时的幸福，福音科大精心策划了这场圆梦婚礼。20对长辈这一次穿上西装跟婚纱，在校园各地拍下幸福照片，就连校长也跳下来担任月老，替银发族新人们证婚，让我们的长辈们能够重新有一次新的这个婚礼的体验，让他们有一个人生第二次婚礼。我们希望他们有充满了幸福感，而且把这幸福感也传承下去，让每个人都幸福。圆梦婚礼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这群服务学习志工队的学生。当初访视社区时，知道长辈有这样的愿望，透过他们积极协调，从拍照、化妆到试婚纱，终于让美梦成真。感觉就是很开心，就是可以看到那个长辈们其实很开心的笑容，然后可以看到就整个婚纱就是经过很多辛苦的拍摄，然后的成果，然后就是大家脸上都洋溢着那种幸福的感觉。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给现在的年轻学子也可以知道说，维持一段婚姻是很不简单的哈。那过去他们的这些长辈们的那个背景，可以让他们维持到现在的金婚、银婚，好，或是钻石婚。那表示说，现在一个婚姻的让他们也感受到长辈对于这样子婚姻的一个忠诚，还有跟他们的那个喜悦这样。不论是银婚、金婚，或是钻石婚，眼前的长辈们幸福洋溢。仿佛回到年轻时的两小无猜，这场圆梦婚礼感动的不只是他们，也包括周遭亲友，都为他们献上祝福。一定要幸福！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罗少君采访报道。喜欢玩水的民众有福了。市府观光局继推出“旧爱水高雄”的活动之后，民众反应热烈。近期又特别安排了水域嘉年华的水上趣味竞赛活动，除了有划水、立式划桨，还有今年首创的水上泡泡香扑，相当特别。
我们在滑雪表演是可以是快艇滑雪。选手在爱河上滑水奔驰，不仅刺激也很清凉消暑。在爱河上也可以划着独木舟，或是玩这种最近非常夯的立式滑桨，用不同的角度来欣赏爱河的沿岸风光。这些都是市府观光局在今年九月所推出就爱水高雄的活动。活动开跑以来受到民众热烈的反应，现在特别在双十连假安排水域嘉年华的水上趣味竞赛活动。借由这个水域活动的办理，除了体会高雄的美跟我们这个水上的活动以外，我们兼具了游乐跟这个欣赏美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由这些活动的办理来推出很多的让大家学习很多水上的知识，包括我们有一些急救的啦，或者是水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欢迎来到高雄水上项目，预备滑雪。就是这个水上泡泡相扑，是今年首创的趣味水上活动。两位选手穿着泡泡足球装，在龙舟板上互相碰撞，将对方弹入水面就算获胜。但是选手在比赛前还得像这样，请我们的撒盐祈福。哇，跟一般的相扑选手一样，抬脚撒盐祈福，成为今年水上趣味活动焦点。那最特别的还有在十月15号、16号这两天晚上呢，我们有这个夜滑的活动。那我跟各位报告，我已经先去试过了，在晚上的滑行可能大家都没有体验过哈，所以在我们的莲池潭有夜滑的活动，在晚上来划船体验这个我们莲池潭呢夜间之美。搭乘我们的公共划船，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就在我们的爱河上面。公安局长郑芝文也乘坐贡多拉船为水域嘉年华进行宣传。公安局表示，特别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安排一系列的水域游憩活动，除了可以避开炎热天气，也能让民众在这个河水息息相关的城市里面体验不同的水域活动，不仅可以玩水，也可以从中吸收到水域教育的相关知识。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22号的周末假日为止，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官网查询相关的活动讯息。2016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10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9月28，适合祭祀、做灶、纳财、补桌，不适合动土、破土、开市、安葬。冲牛煞西方，20岁和80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明天再会。
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二号，来。今天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我是高雄的囡仔，在外口做工课的时阵，最怀念的是土地的香味。回来这种菜三年了，我希望每一个吃到我种的菜的人都能感受到我的用心。看见在地人的心，庆联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当教练之后，我常告诉小球员们，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